来啊，分享一下幕后啦。你看摄影，你看分享一下幕后啊。你看简单的拍摄，你就需要准备一大堆的东西，让你可以拍摄出这样的简单。好了，我们拍，分享一下幕后啦。你看这样一个小小的棚，你就可以做出超级棒的照。你看这样一个，分享一下幕后啊。你看这样小小的一个。好了，分享一下幕后啊！你看这里小小的摄影棚，我们就可以做出超级漂亮的。好了，我们来分享一下幕后啦。就是你看小小的一个摄影棚，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子漂亮的影像。那你看我这样拍摄随便一个小影片，我们需要准备一大堆东西，打一大堆的灯光，这么复杂。这么乱七八糟的状态，你这样一个小小的摄影棚就可以解决，轻轻松松，行动电源，这样子，灯光，背景布，背景板啦、完美的照片，你要拍影片、照片都可以啦。你看，轻轻松松。